大家好，我们是日本国际学历机构的工作人员，我是雷玉君，我是金国民。这次举办的是第二次预防牛疾分法药文站和医疗置换。在2004年，在果敢地区，由我们的日本国际学历机构置换了像这样的5000个药物预防牛疾的药文站。 分法以后，我们发现用这样的药文站预防牛疾病是很有特效。那我们记住，我们今年2005年啊，要分配要发给这个药文站跟我们果敢人民是，再分发1万2000个这个药文站。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国际学历为什么叫日本国际学历？日本国际学历不是私人的公司，是日本政府、日本外交部门管理下的一个单位。所以，日本国际学历啊，不单独分发为了这个治疗牛疾病分发药文章。 还有个其他的帮忙助，为了这个啊，要怎么样撇开这个痛苦，要怎么样果敢人民要得到这个温饱，是我们日本国际要搞这个5年的计划，要帮助上班地特区。 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访问的是这个啊，杨医生。这个杨医生是在我们国防卫生部的一个负责人。那么就说，我们国防人民大多数是为什么发生过牛疾病？要给发生牛疾病，要该怎么样吃，怎么样啊？预备怎么样预防更多啊？这个是请杨医生给我们讲一下。 现在这个牛疾病传染了，牛疾病传染主要是我在群众方面，第一个，这个就是在卫生方面的话，卫生方面要讲究，你不吃的饮食，相对这个一般农民讲的，你讲的不知道的人也不知道了，多重要讲的知道的人，那就比较清楚了，是啊。 第一个预防我牛做牛做牛一种，一个就是在生活方面，老百姓最主要就是这个吃这个一些腐臭、腐烂的东西，还要注意。另一条就是说，相比说有些这个得牛疾病的人的话，从他刚上去，你就是说第一个要预防。 蚊虫就是说随时都在这个在夏季来讲，一个是啊，用这个蚊帐，第一条用蚊帐。那么就说，按照听人家说是这个为了蚊子咬住会发生牛疾病，这个是不是啊？这样是。是的，它是传播性就是。相比一个人来讲嘛，这个比我的是来讲嘛，我们两个人完全就是说，我有牛疾病了，你病有牛疾病啊。 当这个蚊虫啊，说呢，这个它叮人，我以后呢，它也叮你一床不了。哦。它这种虫。如果不注意，你注意，它这个牛疾病，它会传染，就是这样的。这个虫子。哦。它这种虫子。那你讲一点，说这个虫子，说呢，当时马上它是不会发生的，个。嗯。当时就是在生活上，各方面的异常，人的体质一弱了，它这百疾病就发作了。 哦，那么就说这个第一个嘛，就说的啊，他没有吃的也是啊，吃的不好，营养不够个，本身嘛就说蚊子咬住嘛，就说他有牛疾病的蚊子就来咬住他。那么就说是说如果他身体好，根本不发生过。如果他身体弱，一会啊，多叹口很累的当中，马上就发生了啊。哦，谢谢杨生啊。 哦，现在是这个啊，杨医生给我们介绍这个是对我们也好，对果敢人民很重要，因为蚊子咬着才会发生牛疾病，那么就不要给蚊子咬着又不会发生牛疾病，那么我们很清楚了。
但对我们亲属是不够格，那么是给果敢人民每处的要清楚啊，不要给他发生游击兵的话，要必须要用这种药文章。现在日本国际学历啊，要有如果以往二千个文章的话，要发给果敢人民。果敢人民发到这个药文章的话，要按照我们的指示安排，要按照时间用下去，就不会发生游击兵。 请大家就说不要给他限制里面索取，不要在这个烤脑里面定罪，还不要给他这个放粮食吃，只顾为了我们果敢人民的身体健康，一定要使用。 今天是我们接受到日本国际学历分发的文章。哦，恰好上路我们家没有文章。今天这个文章给他来用起，听他们说不是效果很好，不单独文字，所以害虫，但是样子死，这个是不是我们增加的来用起？ 哦，这个文章的要赶快的，就说这个拉不有梳子，这样比划不光的话，拿这个梳子，拿这个线不光，底线也高，拿这个梳子也好，给它绑几下，没事直接给它挂几就拉起。哦，这个文章是不错嘛，这个白生生，还过两三个，我们就说可以睡觉了，这个给它拉起它，赶快给它拉起。 等一会儿我给你注意一下。怎么样？我。哦，我这是。不要这样。表演。表演不表演吗？有。 不错吧？这个蚊子两三个都还是可以睡觉。现在么就不晓怕，不晓怕蚊子咬了，蚊子不会咬多么就是不会发生游击病。哦，那蚊子就是这样拉了。现在么就说蚊子被发进去，因为是拿这个树枝好压起，这样子蚊子么就说想咬是被发进去咬不着。但是如果不会拉进去，不要。 那如果这样不是这样，就说这个蚊子会进去，这个是不好不对。大家不要这样搞，要这样搞好好的，那这个如果是牙齿，就是蚊子不会进去。所以这样蚊子拉住，但是好好不牙齿，不是脚是这样撑出来，小娃儿不是它不懂事啊，脚撑出来，这种是你拉住有蚊子是等于的没有效果。 因为蚊子是会这样咬，会这样咬，这个是你拉住有蚊子，这个也是会发生牛疾病，请大家注意，不要像这样啊，这样是不合不对。 哦，天亮了哈。 哦，赶快都，阿都想办法去犁地喽，阿都犁地喽。哦，今天是天气很好，天气很好，阿都赶快去犁地喽。
啊，我搞忘记了哈。这个药文章是爬起来，在自己的窝窝上睡觉时，这个给它这个太阳晒多不得，太阳晒多时，这个药力量是不对，它不会过久，它不会用的时间长，应该照折起，照好好的折起才是可以的。哦，应该这样整齐。 还是自己要去做什么去理清理的好回去，请大家注意看啊，因为这都是你要给它拉着的时候啊，太阳直接的晒着这个药文章是这个不对，这个药是它不会过久，它不会用的时间长，请大家呢，因为自己在窝户发起以后要给它这样给它好好的。 搞起来时才去理清做的，不是不就说这个药文章是它的药力量是不会产生用到一年当中就必有效果了，请大家们就说啊像这样啊搞个啊，你们去在窝铺上去做田种的也是要这样搞起。 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表态，各种各样日本国际学历的技术人员好，我们国港卫生部啊的杨医生也好，为什么啊来发这个来搞这个疟疾预防工作？为什么来发个啊这个药文章？如果疟疾病怎么样发生？和我们蒋医生给大家也是介绍过了，也是过了，我觉得我们大家是听会听明白了。 所以，这个我们果敢人民是停止重大的啊以后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这个困难怎么样解决呀？怎么样得到这个温饱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这个责任是，如果我们啊不身体不健康啊，身体不健康的，怎么样搞这个农业？怎么样搞这个搞这个发达？因为我们果敢的确实还是落后，不要给它再落后再下去。每家每户要得到温饱啊，要粮食够吃，粮啊且够用的话呢，大家是一一而搞下去的，一定会得到我们的目标，一定会成功。